民国47年8月23号下午6点30分，突然天崩地裂，血肉横飞，中共不宣而战，疯狂地炮轰金门，烂肆屠杀。 之后，我军开始英勇反击。经过了46天的激烈炮战，在148平方公里的金门岛群上，落下47万4918炮弹，每平方公尺落弹4发，战况惨烈，旷古绝今。 今天终局，挥泪时间。